随着国产汽车的快速发展，很多国产品牌的销售和口碑都取得巨大的成功。在国产汽车的价格越来越高的同时，合资汽车的售价却越来越便宜，比如领克零一、魏 VV7 等车型已经很靠近合资车的价格了。而这次成都车展上，上汽名爵 HS 的预售价格再次刷新了国产车的价格线。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款车。首先在动力方面，所有车型都配备了 30T 发动机，也就是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搭载一款六速双离合变速箱，配备适时四轮驱动系统，后部多连杆独立悬架结构，最大马力为231PS，峰值扭矩为360牛米，零百米加速度为7.5秒，与上述竞争车型相比，这些数据是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然后是外观和内饰，这两方面的设计确实是成功的，例如开眼角前大灯、中网网格、平滑伸展的身体形状以及简单而有规律的车尾，都带来很好的视觉感。至少与某些热衷抄袭的国产品牌相比，这种设计更容易被中国人认可。内饰则带有浓烈的运动气息，主流配置如全液晶仪表板、浮动中央控制显示屏、全景天窗、64色氛围灯、BOSS 音响等等都有。在配置和材料方面，比很多的合资车都要好。话说回来，名爵 HS 的售价为什么敢定这么高？都是因为这些丰富的配置材料以及动力系统。不过当代不少消费者更加关注的是车辆品牌的价值和市场价值保值率，像本田的 CR-V、 丰田的 RAV4、 大众途观、马自达 CX-5 等知名合资 SUV 车型已经深深植入人们的心中，销售量居高不下。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这次这么膨胀的名爵 HS 预售价为17万1800元，它在市场上的表现会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